刚选台新加坡给好了。我们现在就是直接，这个站就是猫空了吧？哎，对呀、啊，猫空这个就是坐缆车哦，我看，好高哦，差不多半个小时。就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了吗？肯定打呢，同埋肉松啦，嗰啲比例啊，系咧，佢系烧味糖啦，然后咧。是超滑但又很有豆漿味咯。不小心在这里傾了差不多整個鐘咯。你覺得我有待一個小時嗎？在這邊？差不多。不要嗎？為什麼？為什麼？不要啊！我在這裡度過了超治愈的時光，嗰圖是490咯。先第一次去西門町咯，之前一直都冇去過咯。超多人啊！哇，我覺得呢度係勁似明洞咯，因為好多呢啲小店啊，超多人，超多人真係，但好似感覺上好好行咯。我竟然喺度撞到香港人啊，仲要係勁 QQ 咯！一開始是在另一間鋪嘅嗰度識嘅，跟住之後咧行行下啦，本身我哋已經分開咗，跟住行下之後又再見到，咁巧面嘅緣分係。係啊，睇下今晚會唔會 join 佢哋嘅飲嘢。今晚見，再見。講到真係會再見。你咪 OK 㗎，你咪得 OK 㗎。係約咗㗎啦，都埋嗰個位㗎啦已經。定係我直接跟埋你哋去食嘢咯？行下行下，而家又七點啦，買咗兩件衫啊！而家諗住可能喺附近食少少嘢，因為咧八點半 book 咗間朋友極度推薦嘅吧，自己一個去，所以咧就八點半咧我就要過去咯，係喺我住嘅附近。酒很多，经过顺序上的设计，那打开之后帮你做介绍。你叫 WiFi 可以共拿，档案比较大。好，那你第一次来，第二页的店名介绍先帮我看一下。这个 menu 是劲多，超多，笑死咯！我真系自己一个人走咗嚟间吧咯。呢间吧咧系超级讲究咯。
嚟到最后一日啦，咁我今晚咧就会翻香港啦，而家咧就准备去食早餐。今日终于有翻啲太阳啦！我嗌咗咸豆浆同埋个饼夹油条，个薄饼系冇味嘅。咁我揽粗粗试咗佢嗰个咸豆浆咯。個樣勁得意，好似豆腐花，佢好似蛋花湯咁樣，好似鹹嘅豆腐花，幾滑喎！但係完全想像唔到佢係叫做豆漿咯，好有趣啊！成個感覺，其實我覺得咧，佢咁樣夾住咧，唔係唔好食嘅，我兩嘢都好食嘅，但係唔係我中意嘅組合咯。即係油條我都會食嘅，我都中意食嘅，但係我都夾埋一齊。我唔會特登，即係如果再，我唔會特登想再食咯，而且仲要係咁多人排隊嘅情況下，但我對佢嗰個鹹豆漿係有種經驗嘅感覺。因为我跟他讲，我想吃浓郁一点的，刚好是他想吃，很好吃的这个，而且很便宜，算起来他可以吃三碗，我不行。但是如果我更早发现的话，就可能可以吃多一次，对，可以吃两。这个我下次来会还要想吃的，而且超便宜，对，这个超推荐哎，真的很便宜，好多人哦。超好吃，我之前有买过一次了。他陪我逛了很久哎，然后他要去跟妹妹吃饭哦，就跟妹吃饭哦，就抛下姐咯，姐要回国咯，对，要拜拜咯弟，拜拜，好咯，你跟大家讲拜拜，拜拜。就是我今晚的晚餐啊，在台湾最后一餐啊。咁样头先我同新朋友咧分别咗之后咧，我就去咗屋企附近啦，买咗啲嘢食啦。咁我而家咧就买咗个大肠鹅啊面线。我第一晚咧就去咗屋企附近嘅一间串烧铺啦。咁我觉得咧佢有几样嘢咧系好好食嘅，所以我头先就再嗌咗几串咯。因为咧我差唔多用得七七八八啲现金啦，咁所以咧我先身上系得翻100元左右，咁就啱，即系唔够俾，争少少钱啦。跟住个店员同我讲话，如果你真系，因为我本身系谂住 Apple Pay 嘅，咁但系佢就又即系佢个系统唔知好似话俾唔到，暂时用唔到 Apple Pay 啦。咁但我又冇 Line Pay 喎，跟住之后佢劲好人咯，佢话诶，即系唔紧要啦，咁佢话请我食咁样。我结束食完咧就要出发去机场啦。我琴日最后竟然。第一次趕不到飛機咯，我就漏咗而家對住佢講緊嘢呢部相機，跟住之後我最後咧就折返咗，因為我咧琴日去到呢個機場接運啦，跟住我就最後醒起我冇拎到相機啦，我就折返翻嚟諗住拎翻去啦，但係咧中途啦就係因為 Uber 啊成啊，總之就係好多突發嘅情況啦，跟住令到我咧，因為我原本咧其實只係預咗2小時去到機場啦，跟住但係咧。
我最尾咧係得翻一個鐘時間，跟住所以咧，總之最尾啦就係太趕急啦。而家呢個地方咧，其實我係 book 到而家今日嘅11:00咯，咁所以咧我最後就買重新買嗰個機票，跟住我今晚8:00機咁樣。咁就變咗今晚先再去機場啦，咁但係咧，我就希望今日唔好再發生啲咩意外咯。我真係笑死咗啦！我而家好崩潰，但係又好開心，因為我趕唔切今日嘅飛機啦，跟所以咧，我而家要即刻買嗰班飛機係聽日走咯，所以跟住突然之間就識咗兩個妹妹啦。係啊！带我去，就是。哪有电网推荐不完呢？你们超兴奋，他这会不会太多？我有笑死，我要被你们笑死了！我真的能带回去吗？好像有点多哎。你们要在这样子，你们要把这边搬回家吗？搬回香港吗？还是你们要一起帮我带回去香港？我会帮你包装。我去。好好。但是你们先扛。还有这个，它好像。哦，对对对。什么鬼啦？一枚小泡芙呢？怎么会没有一枚小泡芙？喂，有事吗？确定呢、欸？确定呢、欸？哎、欸，我想说这个桌子也摆不下，想怎样？我现在好害怕哎、欸，我没有那么多位置，还是我要把我的衣服都穿上？你给手上。这是我们小时候，好可爱。这个竹叶很可爱。小时候也是吃的。你等一下，等一下，所以我们都是台湾人，我们都是台湾人才知道台湾很尊重。咁我而家咧就准备真正咁去 check out 咯，希望今次唔会再有啲咩情况出现啦。拜拜。我一早出去，谂住搵嗰啲置物柜放行李啦，哇，搵咗超耐，真系想死嘅心都有咯。跟住终于搵到，搵咗差唔多成个钟喺台北车站。跟住我而家咧就去紧呢个嘅市政府站 ，meet up 琴日认识嘅新朋友，因为我哋琴日约咗今日一齐打边炉。由于这个机缘巧合呢，咁我就多咗半日嘅时间留喺台湾啦。经过琴晚嗰个超荒谬嘅意外之后呢，那个竟然同佢哋做咗朋友啦，然后呢仲 join 埋佢哋一起嚟呢间主社打边炉囉。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一间嘢呢都算是台湾比较有名同埋是打边炉界入面嘅天花板囉。佢啲肉呢都係劲高质嘅。除咗主食之外呢，佢仲有劲多前菜，同埋呢啲海鲜都係超三文，服务亦都超好。你们在干嘛啦？忘掉了啦。没有用扣的。整坏咗，笑死。打完边炉之后咧，佢仲会有专人咧去帮我哋将边炉剩咗嘅汤啦，去煮成粥咯。之后打边炉嘅精华咧融合埋落呢个粥度啦，真系超级好味咯！为我呢一个荒谬嘅台北之旅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啊！他们人超好的，哎，哇塞！超 man 的，谢谢你们咧！我哋已经喺呢
个机场的捷运啦，佢哋劲好咯，送到我哋呢度，陪到我过嚟呢度，仲要帮我扛行李，对，在扛行李，很有爱，我就已经。下次再来玩，好。你下次来台湾，我们再带你去。好，不舍得你们呢。那就不要走了。我也想，想哭啊！爱你们哦。好啦，好，那我就要上车了。拜拜。你们小心，他们又要过去喝酒了。这两个酗酒的人。还是喝酒。被黄标啦。不会啦，不会。我这样会黄标。笑死。咁我而家咧就已经顺利咁嚟到机场啦，但系咧好可惜咧，系我今日即系我最后买嘅呢一班机啦，就系今日夜晚本身啦系8:45嘅，最尾咧佢而家我嚟到机场啦，发现咧佢系改咗做应该好似系 delay， 跟住改咗做9:35，迟咗差唔多成个钟咯。如果系发生喺琴日嘅情况就好咯，如果佢寻日系 delay 嘅话咧，咁我就一定可以赶到咯。今次嘅经验真系好难忘，我觉得无论系幸运嘅定系不幸嘅，即系虽然都系我自己造成嘅，即系自己劲大头虾啦，就系漏咗而家呢部相机啦，同埋我系。即嗰陣我最尾啦，咁我留咗個相機啊嘛，咁我翻到去之後咧，就因為我已經決定咗我要重新買個機票係今日嘅，咁即今晚嘅，咁所以我就冇再特登趕啦，咁我就去翻咧原本準備去機場之前食個餐啦，我咪買咗串燒嘅，跟住我就去咗串燒店度同嗰個老闆佢哋傾偈，我就話啊頭先勁嬲喎，因為我拎漏咗嘢，所以我最尾而家又翻嚟啦咁樣。跟住佢哋本身咧都有講話，定係我車你去機場啊，應該趕得切嘅喎咁樣。但係最後我就即係因為我決定咗，我唔想冒險啦，同埋啊算啦，即係。因為有酒店，即係 有住宿的地方，我都係純粹買多張機票，咁我就唔想搏咯。因為我費事係，如果我去到機場真係上唔到嘅話咧，就好似更麻煩。即係你唔知係應該留喺機場啦，定係翻去瞓啦咁樣。咁所以咧，最後我都係決定咗話，算啦，都係唔使啦。咁我買個張啦咁，跟住就勁即興咁同佢哋嘅朋友。即系老板佢哋嘅朋友，跟住再一齐，即系一齐饮嘢，同埋约咗今日去打边炉。我觉得自己一个去旅行咧，系会充满住惊喜咯，即系唔知系惊定喜啊，好 surprise 咯！即系成个旅程每一日，好似坐紧过山车咁样。其实我都几鼓励大家可以试下自己去旅行咯，因为真系。同朋友去旅行嗰種感覺係好唔同，即係因為如果你始終有同即係同朋友一齊去，其實就正常啦，應該都唔會係同當地人或者係同佢哋唔同遇到嘅人去真係即係 spend 一日或者 spend 幾個鐘出嚟去玩咁樣，即係所以對我嚟講真係一個好特別嘅經驗咯。所以如果大家睇完呢條片咧，都可以試下自己過去旅行，我自己係十分之推薦。好啦，咁我而家就準備坐多陣咧，就過去上機翻香港啦。拜拜。我是陳怡嘉。